今天苏黎世精品给大家带来一个2022年小香少旺包，重工级别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大字，提着的时候特别显气质，女神必备款啊！这款包包跟以往的那个 CF 系列的话，打破它的传统设计。非常有特点的是，我们的肩带是采用这个纯铜五金设计的，面料也是高仿原皮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个面料是我们采用意大利进口羊皮的，五金是我们的纯铜五金。然后我们来说一个这一个款的特别之处吧，特别之处主要是在它的这个肩带特别有亮点。拿在手里的时候是比较有那个弧度的，不像说平常那一些软肩带的，拿起来就是塌塌软软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双 C logo，双 C logo 也是采用这个纯铜五金的，上面它的刺绣钢印是非常清晰的。然后我们打开一下，打开一下呢，里面有我们的一个 logo 标志。这个是衬托上面这个肩带的一个五金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里，内里里面的 logo 也是非常清晰的，跟市场上的劣质版本都不同的。我们摸一下它内里，内里也是我们的原版羊皮设计的。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它的底部吧，底部是采用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车线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车线。的车线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后背吧。后背是这样子的，挺好看的一个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拉链的这一个链头，这个。然后我们的肩带也是采用那个纯铜五金加那个原版羊皮的，质量很好的。这个容量呢也是刚刚好，不大不小，可以斜挎，也可以当腋下包，也可以拿在手里。这个守望包这样子拿在手里，非常好看的一个款。